喜欢加你，很辛苦吧？尤其是喜欢一个优秀的人。说到底，喜欢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佳女。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娶了她，可是我却给不了她幸福。这辈子，我好像怎么努力也给不起。是要给不起他要的幸福。却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喜欢他。那种喜欢根本躲不掉。逃得再远。帮我跟大家说，我今天可能赶不过去了。好了，把你手机给我。干嘛？你一定没跟佳妮说今天赶不过去了吧？她这样会担心。这不贵。小丽，俊杰，你还好吗？对不起。小丽。像是在触发自己为何不积极突然放纵你去帮你倒杯水佳妮哎佳妮不要离开我我不是佳妮佳妮俊杰你抓痛我了王俊杰佳妮无声的抗议爱情找不到目的王俊杰你干什么佳妮我真的会有泪